今天还不错，输了都能这么开心啊，赢了我都不敢想。这烧烤有点痛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顶得住顶得住顶得住。看起来我血量低很多，其实还好的。血量低的一方也不见得就是特别劣势。死了吧，还行吧，双刀换一个不算太亏啊。啊，我都准备好了怎么杀兰博了，这小丑出来真的是坏我的好事儿。哎，前面换血换太烂了，去 Q 补刀就好了。主要没有 Q 到他，我有点着急啊。经验有点亏的。补刀有点亏，兰博基本上没漏刀，19刀。就完全不漏刀的情况下，应该是21刀嘛，没怎么漏刀，是21刀吧？好像。他还没交 T 液，21刀还是24刀来着？去哪了？他妈炮车没补到。调频火焰喷射器。真痛呀。忍气吞声，但是我也没办法，这个先被卡住了。
怎么全是对面的人呢？啊？喂，我差一滴经验到六级。哇操，你怎么来上就是兰博一个人头呀？不是，不是我被碳烤，我被抓了呀。你一上来就给他个头，那我能不被碳烤吗？正常打不会那么难打的，我第一波经验就很烂。我哪能不被碳烤？我小丑又来了，我操！那我想不被碳烤也不行啊，压力很大哦。为什么不带 TP 啊？该代替的。我觉得他好像死了，我怕他能再 A 我一下，再 A 我一下就死了。伤害是真的爆啊，两下差点给我烤死了。
那没办法呀，没队友呢，我被抓了三波了。不是我被烤，是我被越了，然后才被烤的。那我们打野抓三波，他别说被烤了，他打下都待不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打野重心是下路。你抓其他路也没进其他路很有优势，感觉又输打不人大招。那队友又炸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点呗。你还想我怎么样啊？本来就是玩单机的，队友还炸了，那还玩个毛啊？
那我来 C 一下你们喽。把他打走，我来 C 一下你们喽，那怎么办呢？玩的就很恶心啊，为什么我一直被抓还得我来 C 呀？单机的一整把还要我 C， 我赢了也是恶心局。你等一秒钟都等不了，好吧，不等就算了。反正我没意见啊，我没意见，不等就不等吧。这龙魂对面应该放了吧。他们要打吗？这大皮鞭太痛了呀，大皮鞭有点猛，把我给抽烂了，好痛啊，他两件套怎么伤害这么高，这就是 ADC 吗？好高的伤害，扛不住。献祭荒气，哦，献祭是日炎，荒气是那个被动是吧？这波局还没打过吗？打完大龙，什么情况？是辅助被秒了的问题吗？不清楚了。
没打过，好尴尬。等级还是有优势的，我们盘子伤害也很高啊。我队友呢？我操！不忍心杀他是吧？追一下吗？就放他们走啦。开机跑不加一技能的速度，那我队友一直脸色退的。大龙得看大龙啊，好强的火力。帮帮忙啊，我操，还在追。杀他，要打赢了呀，这不啊，进化早了。不会一插一个吧？空了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咱放他走，行不行？给他走。
英军真难。大龙又给了，又什么都给呀、啊。枪龙。还有进化。伤害太高了，这个攀升，它主要是穿甲特别特别高。我没想到人还被抓了。你杀这个潘森啊！潘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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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潘森。送塔，哎呦，这不倒烂的。输一把感觉很容易，赢一把感觉好艰难啊。哇，太难赢了。还没闪现。他们 ADC， 我 ADC 过不来，他们打不赢的。假如他们 ADC 过到这个大道里面，他们转一下，一把他堵墙上，再推一下，大不了。哎，闪现，然后这边一，啊，我尽力在打了，他们还需要一个反甲，我操，他吸血很多。我全力在限制对面 ADC， 他有这个水银能解我的大招。被解了，他没闪。真在尽力，尽力限制。我已经限制到他最后一秒钟了。还行吧，这波输了也不掉什么东西。那至少下波 ADC 它不会太有危险，杰斯的闪现已经交过了。
没事，炮车已经不重要了，一个炮车、两个炮车改变不了什么事，我只需要500块。这是打不赢吗？为什么打不赢呢？想不出来打不出的理由，但是就是打不赢。来呗！坏了！坏车，坏车，兄弟！快交闪，交闪！你快回，你看。我觉得远古龙也不能给他们呢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！后面还有，潘森，潘森，潘森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像他拿远古龙，我们如果有四个人的话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妈的！你播了呀，别回城了。哗哗哗！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！水晶要复活了，先拆水晶，先拆水晶，先拆水晶！这扛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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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！哎呦，太难玩了，太难玩了，太难玩了！赢一把可真不容易呀，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。